香港人,果幫大陸利死黎炒貴啲樓價,租金比你屌,為咗方便啲大陸利死黎霸咗你個學位,而教育教隔你又屌。果幫蝗蟲水貨客死黎搶曬你個蘇克蒂奶粉你又屌。通街開門金鋪拉藥房嚟方便幫大陸利,你又屌。節運轉用大陸貨之後,日日爆鑊你又屌。 依家班青少年、学生、市民企响街树日晒雨淋，帮你拉北平共匪抗争，你又死嚟屌！你老哥又为过香港社会做过乜撚嘢先？好心你以后就咪撚屌人啦！事关果个亲共政府系你家机拣噶，唔撚系。果帮1260提名委员拣嘅傀儡就冇你过分。 就算佛力2560年真系有得你一人一票嚟拣，嗰啲都系共产党俾两个黎依廉、毛此杰、民建联、工联会嘅卧底残傀儡嚟俾你拣。你家基认命系你嘅事，你家基心甘情愿做共匪奴隶，就唔该咪撚嚟批评嗰啲出嚟拉共匪对着干嘅人。 有人话你可以占领维多利亚公园加码，你都安居居行路上广州，厕所当茶居。你占领维多利亚公园1年2年，甚至系3年，共匪都唔够睬你。但系依家咁占领皇后大道、德辅道、弥敦道，就系要玩捻大佢，要经济交通民生。 甚至令到共匪响国际社会丢晒架，窿撞都有巨大损失，咁撚样先至能够逼共匪响政策上让步，令到特区政府响施政上更加贴近香港人嘅利益同意愿。所以阻住你哋就一定加啦，唔撚付出代价又点撚样有美好将来？唔该攞返饼带睇返佛力2532年暑假前。 北平学生甚至要俾埋条命仔出嚟，依家特区政府已经俾在催泪弹、拉橡胶子弹，迟啲班冇人性嘅共匪收军，甚至会真枪实弹、坦克车踩入嚟屠城。咁阻住你哋班烂坦克啲咁啡又算得起乜撚嘢？依家全个自由世界都支持紧香港班青少年。 学生嚟争取一个本来系就属于香港人嘅真普选，所谓正义嘅香港警察，你班烂坦唔支持香港市民，重有边捻个支持？香港人要团结起嚟，拉北平共匪对着干，先至能够改变香港嘅困局。香港人要自救，至能够改变将来，至能够捍卫属于你哋嘅香港。 唔该，齐心协力嚟打倒嗰个无形兽性嘅共匪傀儡政府。